嫁给我好不好？我不愿意。张悦，在遇到你之前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个人可以改变我的人生轨迹，让我可以为了他宁愿放弃全世界都要陪在他身边，好好的守护他。你的一切我想用一辈子来守护，为了兄弟和梦想我赢得了比赛，但此时此刻我想为我自己赢得你。踏上一辆未知的列车，终点任凭爱去发落，越是期待越害怕伤害，害怕有还是要离开。Now the world it is upside down。江月，嫁给我好不好？小心啊！我不愿意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你不愿意？啊？什么？不愿意？啊？这怎么回事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可是你都已经……我怎么了？哎，别拍了，别拍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。结婚是我能想到给你最好的交代。你别瞒着我了，我知道你怀孕了。你是不是还没想好要怎么告诉我？我没怀孕啊。不可能，验孕棒我都看到了。那不是我的，那是晶晶的。怀孕了？嗯。那要告诉邓浩吗？嗯，不行，先缓一缓。我觉得还没有到时机，那我先帮你藏起来。嗯，好。是晶晶姐的，江月，虽然是个乌龙，但是我这次求婚是真心的。我本来也是打算在去国外之前跟你求婚的，可是你为什么不答应我？我觉得我们俩才刚在一起，我觉得太快了。你先别拒绝我，我们慢慢来好不好？你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？好。